等我一下，我要调音。很冷哎、欸。在现场的同伴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需要再稍等一下。那若是大家这个期间呢，觉得桌子有点拥挤的部分，可以把我们咖啡空瓶放在我们吧台的侧边，那也好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做收拾。那若是在后面的朋友，需要位置的部分，再请现场在座的各位将亲人物品，拿起来放在身上，将座位让给需要的朋友们。好，那铁花村今晚的节目会一直到跨完年后，若是大家想要继续留下来的话，也欢迎再到我们的慢市集的或农夫市集那边走一走会晃，那边都会卖一点小吃啊，若是肚子觉得馋的话，也可以到那边买一点东西啊，解解馋补个肚子。好，以上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。